29 and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ve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k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This really happened here.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One day I'll be yours. One day I'll be yours. One day I'll be yours.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changes just open the door. One thing's certain, I'll always be yours.哎，就是，虽然我们刘胖子胖是胖了点儿，又结过几次婚，但配你这个臭穷鬼，还是绰绰有余了吧？多谢你们的好意，我不需要。哟，胖子，看来有些自命清高的贱货是看不上你了。哎呀，你们就别当和初夏开玩笑了。解围，你就不如从了人家吧。你林初夏，当年你就对人家赵丹有意思，今天来不会是想攀高枝吧？你想勾搭人家吧？哟，原来是存着这种心思。我说呢，今天打扮这么妖艳，原来是租了件像样的衣服，想着来勾引男人啊？我没有，败坏风气，还想着勾引男人，真是给我们女人丢脸。柳丹，你们给我道歉！道歉？我们凭什么和一个穷鬼道歉？就是，我们凭什么给你道歉？你这个不检点的女人，破坏了我们的心情不说，还好意思叫我们道歉，真不要脸！你们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了？我们这些人的档次当然和你不是一样的。你也不看看，你从一进来，一身穷人的酸臭味，熏得我都快窒息了。就算我是穷人，你们也没必要这么恶语相向吧？我们能和你这种下等人说话，不是给你脸吗？没想到你们现在变得这么势利，
我们怎么会势利呢？同学间应该互帮互助。我老公在天宇集团是财务主管，年薪千万，你现在给我磕个头，叫一声奶奶，我让他给你安排个打扫厕所的工作，怎么样？刘丹，真有你的，这打扫厕所的工作啊，你太适合这穷鬼了。放心，老同学，我不会亏待你的，年薪20万怎么样？20万？林初夏，那可是20万呀，还愣着干嘛？赶紧磕头啊！过了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啊！就是啊，我可是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帮你，都是老熟人，就别跟我交情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给我跪不跪？哎呀，林初夏，那刘丹好心给你台阶下，别不领情啊！就是，跪下！这份扫厕所的工作，你要还是不要？我是不会跪的。据我所知，天宇集团的财务主管没这么多年薪千万。他怎么知道我老公年薪根本没这么多？林初夏这个穷鬼肯定是诈我。你知道个屁！我老公上头有高管撑腰，在公司权力大着呢。我们这些上流人的世界，是你这种蝼蚁永远无法想象的。就是，你刚才也看到门口一排排的豪车了吧？那可都是我们老同学的。哎，对了，我也想起来了，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也进了辆豪车。刘丹，在座的各位，也就你家资产千万了，那辆车不会是你的吧？我哪买得起那么好的车？不过这么好的装逼机会，他们说是就是吧。啊，对，是我的。刘丹啊，我可真羡慕你嫁了个好老公，住豪宅开豪车的。我呢也就开了个美容院，勉勉强强的维持生计，偶尔呢买个包包。不错了，也是个小老板。林初夏，你还有脸笑？同样作为女人，要钱没钱，要男人没男人，我要是你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你确定门口那辆车是你的？不是我的，难不成是你这个穷鬼的？那辆车还真就是我。林初夏，你装什么逼呢？你这个穷鬼恐怕连豪车什么样都没见过吧。就是，那可是你投胎十辈子都买不起的豪车吧。刘丹，正好快把车钥匙拿出来，给这穷鬼长长见识。糟了糟了，我哪来的车钥匙啊？刘丹，你不是说车是你的吗？你把车钥匙拿出来。你给我闭嘴！不就是车钥匙吗？我拿就是了。哎呀，我车钥匙不见了。这，刘丹，这怎么回事？我早就说过了，这辆车是我的，刘丹就是骗你的。而且，天宇集团的财务主管怎么可能年薪千万？林初夏，你给我闭嘴！我知道了，我的车钥匙掉了，被你捡走了。你们快看，林初夏是个小偷。刘丹，你血口喷人！这辆车明明就是我的。我说呢，原来刚才林初夏瞪着上脸一口就咬定那辆车是他的，原来是捡了刘丹的车钥匙呀。果然穷人的素质就是差，我们大家差点就被林初夏给骗了。林初夏，我可是亲眼看见你骑着电动车来的，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就是啊，林初夏，你就别给自己加戏了，赶紧闭嘴吧，真是丢人。像你这种人，我早就劝过你，让你赶紧走。像你这种下等人，没法跟我们这上等人坐一起啊。